看这一题，他要你写出下列标准位置角，并判断第几象限角或者是象限角。我们看这个，这个是第二象限角，那它是这个顺时钟转的，所以是角度负的，负几度呢？180加30，就是多少呢？180加上30就210啊，所以是负的210度。哦啊，第二象限角。好啊，再来看第二个，第二个是正角哦，它是转一圈以后再加75度，一圈是360度嘛，再加75度，这样几度呢？这样是等于，435啦，435度。啊，第几象限呢？第一象限角，在第一象限，第一象限角，435度。啊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负角，啊，那个中边刚好是在 Y 轴上，所以这是象限角。啊，几度哈、哦？360加90。360加上90，这个是等于450度，负的450度了，啊，象限角。